SCTV6, phim 360, phim mới trên toàn thế giới. Lý Vệ Xin, Lý Tổng, Color Gala của đầu hào đầu tư nhân. Đây là Xu Tổng, đây là Yu Tổng. Họ hai là Vệ Trang Công nghệ của hợp tác giả, và Yu Tổng là Thiên Sứ Đầu Tư. Tuy nhiên, sau đó hai người đã bắt đầu nói chuyện. Nếu gặp chúng tôi, chắc chắn sẽ cho chúng tôi mặt mũi. Nhưng các bạn đừng nói chuyện nữa. Nghe rõ chưa? 这个呢？谢总，这个，魏总，这个，张总，王总，好，贝，千姨，你有什么合适的衣服吗？ 衣柜里不都是衣服吗？试一下。好了，这衣服也太紧了吧，都动不了。 千姨，醒了吗？没时间了。罗千姨，起床了！起床了！哦，为什么这么早出门啊？10点店不开门，买衣服2小时，买鞋1小时，加上乱七八糟的配饰，需要一些时间。下午2点半约了造型师，把这头发好好修一修。 简单做个造型，再化个妆，4-5个小时就过去了。再加上路上的时间，今天能不能吃得上饭，全看运气。饭都不让吃，你们平时都这么过啊？小磊，晚上尽量帮他挡一挡，不要久留。宁愿夜晚上装傻，也别让人注意。放心吧，有我在呢。嗯，走吧，尤西。我没说给你们一块去啊。 你不去，我有事儿，我先走了，拜拜。走吧。 你坐后面，我是你司机啊。 看我干什么？没什么，那眼神分明就是有事。
是个艺术家，参加公众场合不是说去就去的，还好不是什么大型活动，不然光是服装赞助和定造型就得花多少功夫。今天晚上你不仅仅是去参加活动，你代表的是。你看这个，你看它这么小，放在包里肯定很方便。就这个吧。期待您的下次光临。走了。哎，不是，我就拍个照，急什么？你是要今天晚上去帮忙，还是要玩？帮。那就听话。我来了，今天是为了她。你妹妹吗？好可爱哦。罗千怡。Jessica。Black tie optional。姐姐，刚刚那个人为什么一惊一乍的？你觉得你还不够让人意外吗？我的美貌这么惊艳吗？哼。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个 black 什么什么东西啊？今天晚上是李总办的办私人商务酒会，肯定是不能像你这样穿着休闲裤这么随意，就你这装扮穿去，到时候是会影响佑泽的。不过以你的条件和李先生对你的欣赏，问题应该不大。要不你自己挑挑看，不用太花哨，款式可以简单一点，带一点发挥和出挑也不是不行。嗯，哦，换一件。你这一件不行，难搞的女人。哎，试试这个怎么样？哼，看看这件。这个好，这件吧，换一下。老板娘，把好看的都藏起来了。很好。我也觉得是。虽然你天生丽质，穿简单的也好看，只是高级的美总是带着克制的。不过你吧，简单一点比较好。我也这么想。不过孙磊，如果你呢稍微不那么克制一点的话，一定会更好看的。
齐帆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奏。下一位表演者孟杰老师，有请。演奏真不错。谢谢。我今天正好来博物馆逛逛，没想到就碰到你了，还真挺巧的。我说呢，这琴声怎么这么耳熟？是挺巧的。倩怡最近不上小提琴课了，我觉得挺可惜的。我以为听不到你琴声了呢。你说什么？倩怡怎么了？没什么。你是在等什么人吗？没有。不好意思，我刚刚走神了。待会儿一起去吃个饭。倩怡没跟你一起来吗？倩怡跟我哥去参加晚宴了，估计要忙一整天呢。他们又不开心吗？因为他突然不上小提琴课了，我还挺担心的。没有吧，我觉得他还挺开心的，我看他朋友圈。你好像还挺喜欢我嫂子的，不过我觉得他并不怎么喜欢你。霍先生，怎么了？心脏不舒服？哎呀，伤口裂开了，过来换药。正好呢，最近有些心悸。啊，我帮你看一下。哎，正常呼吸就可以了。嗯。嗯，没什么大碍。注意休息就好了，身体在恢复当中啊，很消耗体力，注意不要操劳。仗着有你这么位远近闻名的心脏科医生，有些大意了，回去一定注意。远近闻名？我很多朋友都知道你，说你是附近数一数二的心脏外科医生，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最主要还是单身。明佑集团的老总果然不一般啊，看医生还要做背景调查。就是一些商务习惯，不知不觉就会把一些人情关系理一理。当然，能认识你这么好的医生是我的荣幸。您高抬了，您才是人人都想结交的大人物。哼。不过，今天日本医院联系我，以为千怡出了什么状况，说是你在询问她住院时的情况。余宽医生，千怡没有什么要紧的吧？她没有什么要紧的，我也只是询问一下关于她失忆的事情。我想日本方面的医院或许给我一些帮助，毕竟我也是千怡的朋友嘛。对啊，很感谢你帮了我未婚妻两次大忙。但是宇航医生平时这么忙，就不要操这些心了。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一定会找你的。千怡真的是幸运啊，能认识你这么好的朋友。是啊，既然我跟他是朋友，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我一定不会推脱的。嗯，那先谢谢你了。如果你只是对千怡这个特殊案例感兴趣的话，如果她愿意，我可以帮忙提供资料。我知道，优秀的医生都是好奇心旺盛。嗯，你先忙，回见啊。离晚宴就四个小时了，千怡还在做头发。当然，我们当然有想办法。你们先去安排现场，李先生是专门来看千怡的，这一次不得有失，有问题随时向我汇报。
行，就这样。哎，你每天都这样生活累不累啊？发廊这种地方，不就是让我们休息用的吗？你是喜欢佑泽的，对吧？你对他的感情，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反倒是我，不清不楚的。你话很多啊。尤其之前还跟我说，如果不爱的话，不妨离开。你希望我离开吗？如果爱情跟谈生意一样的话，那我赢定了。可惜不是，做你的头发吧。今天要去他的晚宴，对不起啊，我们马上就到。吃个饭而已，这么大场面，你还真以为是字面意义上的吃饭啊？吃饭其实是最不重要的。嘿，走吧。哦，这是你出意外后的第一次亮相，肯定会有很多双眼睛关注你。你做好心理准备，有事我会在旁边帮你的。哎，你没事吧？没事，小心点。不好意思，失陪一下。走过来的是于老板，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好久不见啊，心怡。李总，请坐。哎呀，可惜了，我们家那位在休养身体，要不然我一定带他见一见。我们的千怡还是和以前一样美丽动人。对了，要恭喜你们，替我跟您夫人孩子问好。我是觉得呀，比之前是更漂亮了。佑泽真是讨了一个跟明星一般的老婆啊！徐总，二位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好看呀？不好意思，失陪一下，我去找点喝的。失陪。我看见你翻白眼了，这里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你，要翻白眼回家尽情翻。翻白眼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但这里的人都假装自己不是正常人。刚才那个于总娶的就是个小明星，所以他都是话里有话的。哦，怪不得那个徐总来了以后，于总就不说话了。
想不到这罗千亿还真来了。那别人什么情况？奇奇怪怪的看我。那些反而是公司的人，因为卡拉嘎拉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没少做对七彩计划泼脏水的事儿。有这样的自己人？正常，毕竟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而且慈善本身也不挣钱，所以就有人说这里的钱都是佑泽跟我给分掉的。还有人说卡拉嘎拉就是为了你罗千仪国民投的个人秀。是吗？这么厉害。哎，那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把话咽进去，把成绩做出来。辛苦了。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千仪。李先生，李总，跟我来，我专门为你留了位子。好。你是孙总身边的小丁。啊，李总，叫我练就好。练哥。哎，再帮我拿瓶红酒啊，来喝一杯。不太好吧，亮哥，我等会儿我怕那个孙总来找我。这么拘谨干嘛呀？能带你来这儿，说明孙总看得起你。亮哥，别开玩笑了，给我个面子，就喝一杯啊！来，我先干了。不能再喝了，亮哥。喝多少就能干多大事儿，知道吗？来，干。来来，来来，好。小丁啊，今晚我们喝个痛快。佑泽呢？他身体不太舒服。他今天有点肚子疼，没事，没关系的。哦，那你怎么样啊？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今年的卡拉嘎拉还能听到你的琴声了。千仪他因为失忆，很多东西一时想不起来了，不好意思。啊，是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我会联系佑泽，让他给你介绍最好的脑科医生。只是，这小提琴……真的对不起啊，李先生。没有没有，确实，佑泽也跟我说，你今年不能演出。我过几周呢，也正好有事。确实，今年的卡拉嘎拉，我也不能去了。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的善款一定会如数支援你们的。谢谢李先生。哎，千仪啊，等一会儿上台来跟大家说几句话，也算是为我们的筹款啊造一点声势吧。好，没问题。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见到这么多亲朋好友。李某啊，年事已高，因为身体的原因呢，我准备啊，从明年开始就要远走，生活在异国他乡了。哎，我想说的是啊，我的朋友中啊，有一位是最让我放心不下的，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
他和他的未婚夫每年举办的卡拉嘎拉七彩计划的慈善晚会，我一定会参加的。可是今年很遗憾，我去不了了。那么，既然今晚我们已经有幸请到了卡拉嘎拉的形象大使罗千怡小姐，我们就请她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好不好啊？大家欢迎。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参加今晚这么豪华的晚宴，真的太豪华了。那我还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我今天穿着这一身，看到这一切，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真的是属于我的生活吗？因为雪灾，我的头部受了伤，忘记了很多事情。当我刚刚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吓了一跳，因为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就心底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跟我说，你拥有的太多了，这些都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想象不到的生活。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声音是真实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山区里出来的孩子。我现在站在这儿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才华，还是因为我努力，还是说你们真的都觉得我长得很好看？我不知道，反正我都忘记了。但是我想说，七彩计划，这是一个可以帮助山区孩子们的机会，可以让他们走向他们想象都想象不到的美丽世界的机会，就是我所面对的这一切。其实我还挺感激这一次意外的，虽然我还在恢复，刚开始也有过惊讶、拒绝、很混乱的时期，但同时我也学会了很多新的事情。我学会了要用新的角度、新的姿态去面对一切，所以我想把握住手中的力量，做我能做的事情。请大家支持卡拉嘎拉，帮助山区孩子们的艺术教育，帮助七彩计划，谢谢。企业家李维新先生表示，将不会出席今年的七彩计划慈善晚会。不过，好消息是，小提琴家罗千怡女士今天在晚会上精彩的演讲，赢得了在场的热烈反响。这也是罗千怡女士第一次以……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未接听，请稍后再拨。我们也希望七彩计划能够通过罗千怡女士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今年的慈善晚会。好漂亮啊！来来来，我们来合影一张。不好意思，就拍一张。上次在酒吧，你上我直播露脸之后，我粉丝不好意思，借用他一下。不好意思，你怎么会来这儿？这场山好几个都是我的病人，其中两个起搏器还是我装。我忘了，我不是有事要跟你说。是，哎，那你接着说吧。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找我？我觉得不对劲。你突然出现是挺不对劲儿的。不说这个，我说你不觉得奇怪吗？你忘了怎么拉小提琴，却还记得怎么打游戏。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打游戏就是为了开心啊。但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这些都是程序性记忆，你不可能记得这个不记得那个的。听不懂。反正这件事呢，有太多奇怪的地方需要去查清楚。你能联系到除了霍月泽以外其他的新人吗？孙总那个笔仙不错啊，相当不错。想试一下。啊，好。好。没有了，他们说我是孤儿。那认识的人呢？我知道的也就只有齐帆和阿超了，他们两个应该指望不上吧。那看来要知道之前发生什么，只能去日本。太夸张了。天意，该补妆了。嗯、走吧。装了你的功夫。干什么？我装挺好的，不装。罗千怡，你今天已经登台了，你代表的就不是你个人，还有，你有责任维护公司七彩计划，甚至是佑泽的形象。你跟那个雨医生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走得这么近？我已经不止一次看见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了，为什么他今天也跟到这里来？是，连你都跟踪我。哎，你们不觉得有点过分了吗？你生气是因为我跟踪你，还是因为你做了什么？等一下，罗千怡。你可以讨厌我，但我没有选择，我有我必须要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是敌人呢？今天跟你相处了一天，我并没有觉得你很讨厌，而且我也问过你了，你是否希望我离开佑泽？如果是，你可以大方地告诉我。不，你不能离开佑泽。是，我承认，一开始我也有我的私心，因为我看见你去找齐帆了。可是，原来佑泽他一直都知道，他还打算继续爱你，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爱别人。我跟宇航医生只是朋友关系，这一点我很清楚。你出去吧，我先补个妆。千怡她是真的失忆了，她今天来其实什么也想不起来，她都在演戏呢，而且她私底下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这霍佑泽不是过瘾吗？她那张漂亮的脸蛋，不知道骗过多少男人，靠她行吗？我呸，靠的就一个字，色。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胡说的。你这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回去的？放心，我不会乱说的。怎么回事？她又不是什么好女人，经手男人好几个。说什么呢？跟我道歉。姐，我没说你，这男厕所不干。别想碰我，道歉。姐，你先松手吧。你说说，什么叫勾搭男人？我勾搭男人你看见了？哪只眼看见了？我就乱说，我在这儿。我说，找不着就别乱说，是吧？我先给你们都拿起来了。说就是你们俩就有腿，我现在就给你们曝光了，信不信？给我闭嘴！我今天就打死你！金，喝多了。金，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太多了。